Good tidings.这直管的话，也就是两边切的不平，它就是这样，不是直的。再快点，再买。200多还是切四卷？等一下，那有宽的，我们俩一起拿个宽的，我们俩抱，拿个宽的试一试。最好是上下卷要平均一点，是吧？啊？没事啊。这个最大。你的家里范围多少？300？稍微设大一点。500。大机器开完之后是500。对啊，我记得好像是上次副干胶是不是设的500？